天恩恩电影和声好，咱们真的比较早，这边刚到你上道，各位同学好汉没事你就别跟我瞎闹，如果你认输我就会大声大叫，啊你说输不重要，看什么才重要，我手拿流星弯月刀，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千万个人高上鸟，有能耐你别跑，有心我一生戎马高上飘，见过英雄弯下小蛮腰，人走必能飞多高，我坐船练习水上漂，啊啊林子大有好多的鸟，啊啊啊做好事不让人知道，啊是是非非惹人恼，啊啊啊江河不破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来生谁知道，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日来得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，大笑一声地动山摇，江湖危险快点跑，江河不破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日来得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，大笑一声地山腰，江湖危险快点跑，江河不破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雨来得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，大笑一声地动山腰，江湖危险。最多是一个人炒多少份啊？十多份吧。十多份啊？十份十二份的，十二份的，根据人多人少，要说人多吧，就别挤了。没那些人点的地方。嗯，现在多少大码头啊？少多二十多个勺。二十多个。但你得六十多，一般现在九个吧。啊，现在九个。现在点九个嘛，差一个。啊。你说这么多大码头炒饭炒了多少年了？炒十多年了，十多年了，这么多十多年了，一直是这样。嗯，这你们都喝不惯，你看你。嗯，当厨师那白干了。啊，当厨师当了多少年了？当厨师当十多年呢。啊，以前开饭店来的。啊，十多年，完了十多年。那这不是现在不就是厨师干炒这个，这都二十多年了。啊。当然了，你俩知道大超哥吗？知道。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啊。今天特意过来，看看吗？这。对对，看看看看大超哥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啊！没想到在上街是吧？啊，对啊，太绝了，太绝了啊！那你知道一个人用多少马勺、大马勺炒饭吗？写十个的吗？十个啊！现在你知道用多少个吗？十三个吧。十三个啊啊啊！太好，还喝酒呢，太厉害了，还喝酒啊啊！一个人同时炒这么多份，感觉累不累？那行，不累。不累是吧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我看懂啊，我看您炒了挺长时间都没有停止过啊。是，这走个独门绝艺啊，想以后想不想过去找个徒弟啊，教他们炒饭呢？以后再说。你这手里铲子用多少年了？二十多年了，用了二十多年了。啊，现在一直用着呢。用着它好使啊。以前咱们店用了。哦，你刚才看到大超哥在这炒饭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怎么样啊？挺潇洒。挺潇洒啊！他一个人同时炒十二份。嗯。啊，最多的时候。也不同寻常。不同寻常。一般人比不了。就关键是好使，他不好使，咱下回也不来。啊啊。嗯。他做的再潇洒，他不好使，咱也不行。啊啊啊！买过他家饭吗？以前。